起床啦！我要去刷牙啦。准备上课了。同学们早安，老师早安。今天我要分发成绩咯。小然，请拿你的试卷。我考试拿到了 C 分，我妈妈肯定会骂我。再见老师。再见小冉。我考试拿了 C 分，妈妈肯定会很生气。妈妈，我考试得了 C 分。你怎么得了 C 分？我好生气呀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我要离开了。真伤心，妈妈真的会骂我。为什么我会得到了 C 分？啦啦啦啦啦！哎，那个是谁呀？那个不是小软吗？小软，你怎么在这里呢？老师，我考试得了 C 分，妈妈骂了我一顿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你这么伤心。再见老师，我要走了。小冉，别走。小冉，为什么你把试卷放在你的橱柜里呢？我不想看到试卷了。我住这里吧。哎，怎么小冉会在这里呢？咦，我怎么在这里呢？对不起，妈妈，我考试得了 C 分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可以，但是下次的考试你一定要有好的成绩哦。加油！好。
好的，妈妈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和打个小铃铛哦，拜拜。